想去了哈。好，如果你们 的那个太皮跟我一样哈，有点太软，就我不一定要赶得很凶哦，要不然等一下它破掉，你们说上星期好不容易赶好的，它又破掉就不好吃了哈。帮我拿烤盘来。小东西。他也加了那个。没有，等一下就每一组轮流来打洞啊。好，拿破仑大家在外面吃的时候是不是都平平的？好，有两种烤法，一种就是像我说的，先进去烤十二分钟上浅色，它已经烹的有点夸张的时候，再去拿一个烤培子，再另外一个烤盘把它压下去，再继续烤。或者是你可以现在就压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好，你可以现在就铺烤培子，压烤盘，然后再一个凉架把它压着，好让它进去烤。那它就会平平的。好，如果你们都我们都没有做这样子的动作，或者是刚我说的那一次就压好进去烤的话，它就会炸乱七八糟，好，它就不会平平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去烤了哈。好，对，融化它亮晶晶就可以拿出来了，好，亮晶晶就可以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做裁切组合 ，OK。好，今天呢是每一个人会有三片，然后把它组起来，好，会有组起来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上进去烤。如果你们的有命鬼，你们刚刚有在命鬼的话，